手账富婆 VS 手账穷婆。当他们有新素材，富婆拿出新胶带，又入手了一大堆新素材。PDD 日系手账小店 32.1 啊，而入手了阿哲色调全套9款分装，9款颜色全都有，还新入了2卷超可爱的奶油花边胶带。 PDD 三川杂货 4.752 一卷，粉粉嫩嫩，超级少女心。穷婆拿出新胶带，富婆同桌送的是吃条，虽然只有短短的3条，但都是超可爱的闪闪胶带哦。富婆有了新胶带后，贴在离行纸本上，一页页美美欣赏。穷婆有了新胶带后，没有离行纸本，把胶带平铺在桌上，美美欣赏。富婆拿出手账新工具，小麻薯的点点胶、小铲子、小镊子全都安排上。穷婆拿出手账新工具，穷婆没有新工具，灵巧的双手就是万能的工具。富婆开始做手账，贴上新买的奶油花，换个花色继续贴。在离心纸本上用镊子优雅选胶带，粉色阿哲太梦幻了，用粉嫩的麻薯小铲子温柔压平平。富婆的手账完成了，穷婆开始做手账，把胶带平铺在桌面上，快乐选图案，用万能小手撕胶带贴胶带，拿出珍藏的边角料疯狂贴贴贴。穷婆的排版也完成了，你觉得哪个更好看？富婆是怎么做闺蜜手账的？富婆挑选手账本，今天打算做一个闺蜜手账送给我的同桌，用哪个本子好呢？还是开一个新手账本？新入手了 Happy Planner 的活页本，大大小小的版本，好可爱啊。就选这个彩虹蘑菇环的本子吧，内页也很缤纷浪漫，紫色的内页，龟龟一定会喜欢的，超火蘑菇环，水下红叶，超简单，装回去也很新。富婆拿出贴纸，一点点绝美姑姑贴，超超超美的人物贴纸，还有各种泡泡，新鲜，文字贴贴，一整本的贴纸本，必须要给龟龟姑一个绝美手账。富婆拿出镊子和可爱的小麻薯镊子，竹筒、尖头，紫色、粉色、蓝色，全部待命。富婆开始做闺蜜手账，先选一个好看的人物贴贴，就选这个吧，像龟龟一样可爱的小魔女，太可爱了吧！毫不心疼，疯狂撕贴纸，给龟龟姑一个美美的手账，一个绝美的闺蜜手账即将完成。快艾特龟龟给你做一个吧。多想留在你的身边，仍然想偷了整个世界。富婆挑战粉色手账 VS 穷婆挑战粉色手账。富婆拿出手账本挑战粉色系手账，就用这个粉色小麻薯方方本吧。穷婆拿出手账本，早早做完了作业，妈妈把 iPad 给我玩了，点开我的念念手账，换个粉色的封面吧。富婆拿出粉色素材，阿卓粉色胶带，粉色花边胶带，粉色格子胶带，粉色便签，粉色彩笔，通通。穷婆拿出粉色素材，这次穷婆也有满满的粉色素材了，好看的格子胶带和花边胶带，超多粉色的贴纸，不心疼，随便用，穷婆也可以实现素材自由啦。富婆开始排版，老套路，霸气尾边，贴上美美的格子便签，再美美贴上粉粉嫩嫩的阿哲胶带。富婆的手账完成了，穷婆开始排版，选个美美的花边，一上一下，优雅围边，超多可爱贴贴可以选，粉色贴纸疯狂贴贴，怎么用都不心疼，还有好看的文字贴纸 and 多种颜色的笔触，可以选的颜色甚至比富婆还多。做电子手账，我也能享受到富婆的快乐啦。穷婆的粉色排版也完成了，
这次的粉色手杖大 PK， 你更喜欢穷婆的还是富婆的？富婆挑战蓝色手杖 VS 穷婆挑战蓝色手杖。富婆拿出手杖本，挑战蓝色手杖，就用这个奶蓝奶蓝毛茸茸的兔子手杖本吧。穷婆拿出手杖本，还是万年不变的普通活页本，不过这个蓝色封面很适合这次的蓝色挑战吗？富婆拿出蓝色素材，屁滴滴三川杂货入手的花边胶带，甜甜的奶油果酱，轻轻松松拿捏可爱氛围。屁滴滴日系手杖小店入手的阿竹色调胶带分装，奶糊糊的雾蓝色真的太梦幻了。在 PDD 入手这些素材比某宝便宜哦，我可真是个省钱小天才。穷婆拿出蓝色素材，又是珍藏的边角料，找不出多少蓝色素材了，去富婆桌上包两张便签吧。行，随便拿吧宝。富婆开始做手杖，蓝色本子配蓝色夹子，霸气围边当然不能少，用奶盖熊蓝色镊子美美撕下蓝色阿哲胶带。再用小羊铲霸气压平平。富婆的手杖完成了。穷婆开始做手杖。没有花边胶带，画个波浪大框框吧。掏出快被盘的包浆的闪闪胶带，努力寻找里面的蓝色图案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还有好几个。用双面胶贴上便签。穷婆的手杖也完成啦。更喜欢富婆的蓝色手杖还是穷婆的？手杖富婆古卡 VS 手杖穷婆古卡。富婆拿出卡盘，一点点异形卡盘和卡盘。穷婆拿出卡盘，从左下角点开填色达人，按款异形卡盘随便选。富婆拿出贴纸，一点点高卡贴纸。穷婆拿出贴纸，各种各样超好看的可爱贴贴，不用小钱钱，随心所欲贴贴。富婆开始咕卡，来咕个卡砖吧。主角是绝美粉色小麻薯，用镊子撕下各种可爱小贴贴。富婆的咕卡完成了。穷婆开始咕卡，选了一个粉色渐变心形咕盘，超多贴贴疯狂咕咕，贴再多也不心疼，穷婆也可以实现咕卡自由了，点击左下角就可以玩啦。快来和穷婆一起快乐咕卡吧。最后贴上可爱人物，穷婆的咕卡也完成啦。你更喜欢穷婆的咕卡还是富婆的？